个月，你跑哪去了？家里还好吗？大致不知去向，惠子生死未卜。跟我回去吧。我的列车没有停靠站，你说我怎么跟你回去？春天快要过去了，有一棵树才刚刚长出叶子。山里的夜晚依然很冷，今天是我住进果园的第29天。如果惠子说的那个恶兆真的存在，明天就会有事情发生。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，他只是吓我罢了。现在惠子应该和他的老板在一起，我真心希望他们能结婚，我希望惠子幸福。惠子，我为你祝福。年年你都会说自己会升职加薪，年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你日子没法过了，你给我滚！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滚？你滚！你滚！1万块钱买一个果园，你觉得捡着大便宜了是不是？你怎么就不考虑一下，那个果园为什么这么便宜？卖家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？那个果园都是老树，别看面积大，根本结不了多少果子，所以才便宜转让。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那是一片凶林。你第一次带我去果园的时候，无论是在果树下还是房间里，我都感到阴风阵阵。我清晰地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耳边说，果园是她的天堂，她只允许别人进入她的领地一个月，时间一到她便会展开杀戮。七封印书尽显的时刻就是闯入者的死亡时刻。天宫院，请沿可乐，请随意坐。
东子，东子开门，东子开门，东子，我在你这儿住一夜。东子，嗨，你别喊了，那屋里没人。他人呢？走了，回老家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好几天了。靠！怎么，没地方去了吧？没了。那要不来我屋里坐一会儿？你认识东子？嗯，认识，到我屋里来吧。算了，这大晚上的不太合适。我给你看两条我收藏的搞笑视频吧。好，我他妈现在需要搞笑。需要搞笑还愣在那干嘛？过来呀、啊！靠近点儿，你还怕我把你吃了吗？树哥，你这挺好的，要不然我给你这儿买个窝吧。在我这儿买窝？你是本地鸟吗？我是外来务工鸟。那你？你有社保吗？没有。你有公积金吗？没有。你有结婚证明吗？没有。不是，你有什么呀？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你想你没有到老，根本受不了你。你好二，坚持没错，但是一定前提就看看自己值不值得坚持。放空，放空，想想自己最需要什么。这好哥，哥，你咋的了？哥，哥，醒醒，你怎么的了？饿死我了！哎呀，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，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？来，整把草垫吧垫吧。呸！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。哥，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？你说说咱游哥，当舞蹈家当20多年了，没吃过一天饱饭。哎，你看人家多精神，大长头发哗一甩，走道你看那样式的，啪啪啪啪的这种，又学我呢？不是游哥，我这，哎，是你那样的吗？像不像？像像像，快吧，吃吧。这啥呀，哥？馒头就俘虏，生活不辛苦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哥你，你头发哪儿去了，哥？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？头发卖了，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啊？这，哎呦，放那边。哎，游哥，游哥、啊，你以前不是跟我说，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觉吗？那你长头发都没了，你咋跳舞啊？不跳了，搁42了，挺不住了。今天晚上就回老家。游哥，你看，咱哥几个在北京都挺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说回就回去，你看你可真是那个，小小小小，别吃了，游哥要回去，你说两句啊，说啊，哥我也要走，走，都走，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，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，哥，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？你们舍不得走，不交房租。我拉你店长，我该走了。我也要走了，这地下室马上就要关了，也不让人住了。东子也是因为这个要走的吧？不是，他说他不想在北京混。你不知道吧？
知道什么？其实他经常在我屋里过夜。啊？那他有钱给你吗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不是小姐，他就是有钱，我也不会要的。我自己有工作。那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办公室文员，我在 CBD 最高的那层楼里上班。你呢？做什么工作？我辞职了。我走了。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就留下来吧。我不是放荡，只是寂寞。城越大，人越寂寞。是的，留下来好吗？你别走，至少今天晚上别走。那就跟我一起走。不，求你留下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果园里有没有鬼啊？我看您就像个鬼。那你说我在这儿能发达吗？时光匆匆，一晃的功夫，我们毕业快六年了吧？七年了，可不是吗？还记得刚毕业的时候，到处找工作，即便饥肠辘辘，依然志高意满地穿过大街小巷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参加七八场面试。你又说少了。最多的一天，我跑了12个单位，你跑了9个单位。我想起来了。那天我们俩为了省钱，就买了一碗酸辣粉。是啊，那时候脸皮薄，在街边吃怕被人说是穷鬼，就带回到地下室。结果带回到地下室全都凉透了，就边吃边冲开水。
后来我们也都喝饱了。我还记得你喝完最后一口汤抹嘴巴的动作豪迈极了。你说你不贪恋大城市的灯红酒绿，你说你爱北京，因为这里是你理想之花盛开的沃土。你还信誓旦旦说就算死也要死在北京。你说的这些话难道你忘了吗？时过境迁，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。你看现在逃离北上广才是新潮流。英雄的潮流永远是该向上走。我快30岁了，除了拥有一个英雄什么都没有。我是英雄吗？你别逃避，忘掉那个阴森的果园，留下来继续奋斗，你就是英雄。比李海涛有志气。海涛怎么了？海涛回老家了，林飞跟他一起回去了。他们回去做什么？海涛开摩的在县城汽车站拉客，林飞去一个民办的中学食堂当服务员。我的天，他们俩一个211毕业，一个985毕业啊。北大清华出身的还有去卖猪肉的呢。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去创业。你要是出于创业而离开，我支持你。以我们目前的积蓄，只能够买下那个果园。推倒一个别人不愿意要的果园，辛勤劳动也能安身立命，而且没有抢占任何人的工作机会。奇怪，海涛和林飞他们为什么突然回老家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？好像是林飞怀孕了。
说错话了。就算为了他，你留下来，好不好？小薇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妈妈第一次感到了有成就感。你爸爸也很勇敢。我们决定把你带到这个世上。你要知道，我和你爸爸之间还没有结婚，因为发现了你的存在，我们取消了买新电视机的计划。我们家的电视机恐怕是全北京最老掉牙的款式了。有了你，妈妈觉得那都无所谓，都怪妈妈不好，不该带你去挤早高峰的地铁。上班迟到就迟到吗？不就是被老板罚20块钱？为了不迟到，把你挤丢了，是妈妈犯的最大的错误。别再自责了。相信小薇在另一个世界会过得很好，想点开心的事吧。你还记得我们去参加海涛和林飞的婚礼吗？婚礼开始前，你告诉林飞说你有了，并且已经取名叫小薇。林飞激动地说要做小薇的干妈，结果在婚礼上，林薇口误说她和海涛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女儿。参加婚礼的亲戚们一片哗然，吓得海涛他妈呀当场就晕了过去。那天咱们向大家解释后，海涛他妈
还神经兮兮的怀疑了好长时间。对，还有压戒指的事。那场婚礼他们花了很多钱，他们俩都透支了。他们等着拆朋友们的红包，向酒店付钱。结果他们的朋友们都很穷，红包比他们预想的大大缩水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把戒指压在酒店，多搞笑啊！哪有刚一结婚就压戒指的？我还记得他们把戒指赎回来之后，林飞一直把戒指锁在柜子里，没敢带出门过，生怕哪天再被压了出去。哎，那是我喝过最有意思的喜酒了。那么难堪的事你竟然说有意思，你们文科生的脑筋都有问题。你们理工生什么都好，就是缺点浪漫情怀。你想让我怎么浪漫？跟你到那个阴森的果园去当一个农妇是不是？当农妇不好吗？是你说的，农妇也是一种工作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应该再去抢体力工作。农妇不是一种工作，只是一种浪漫。我看你真的是疯了。别买那个果园了，相信我，那里真的是不祥之地。都市深处的日子我过够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我也明白你不喜欢合租，但是你想想，你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他们都是这样啊。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回老家了，你愿意跟我回老家吗？你别再说回老家的事了，你别买那个果园，我们用这些钱再搬一次家。虽然不知道新的合租者是什么样的人，但这次咱一定不住客厅了，好不好？你要干什么？亲爱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宁愿亲自杀死你，
也不愿意你命丧于凶山女鬼的手中。你真的要走？你信不信我有好几个追求者，其中不乏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。我信。你们公司那个死了老婆的小老板，不就一直对你垂涎三尺？你信你还敢这样对我？你怎么敢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？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就等于我们分手了。其实我早就想跟你分手了。跟我在一起十多年，你都没有过过好日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
娘，有人吗？你想好了？钱我都给你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果园里有没有鬼啊？心里没悬着，不管鬼敲门，只要你要给我送给你，给你上点儿。
让那风霜风霜留年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朝痴痴梦幻一心爱，有谁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迷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。喂，你死哪去了？哥们儿，你听我说，我遇上大事了。你当然遇上大事了，找到挣大钱的好工作了是不是？不然谁敢辞职啊？我没有找到好工作。得了，你瞒谁呀？这么久没见你上班，还是我前几天碰见人事部的人才知道你辞职了。招呼都不打，同事这么多年你他妈就没把哥们当朋友？你听我说，如果我在北京还有朋友，就只剩你了。我现在在一个山上的果园里，我被攻击了，你能来帮我一把吗？你逗哥们玩呢？开什么玩笑，我还得拼命工作养家糊口呢。你要真被攻击，你就给公安局打电话吧。不行，我不能报警，我真的需要你帮助，我以后会给你解释的。得了得了，你先给我解释一下，工作好好的为什么就悄无声的辞职了？我觉得在公司里干下去没有希望。我去，什么希望不希望，朝九晚五带加班，丰衣足食再盛典，就是希望，就是生活。你可以这样，我不可以。你倒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家里可以给你出房子的首付钱，我老爸老妈没有钱。老爸老妈没钱的人多了，人人全靠老爸老妈活着吗？怎么就你他妈事多？得了得了，我挂了，真忙着呢。
惠子，惠子，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大师。难道连我也都认不清了吗？你的腿怎么？你在这里多久？很久了。这里发生的怪事都是你搞出来的？是我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富于幻想的文科男不会明白理工女的潜能。惠子，我求你了，别这样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你会和我终老于城市吗？我会。你不会，不然我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你别激动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们从头来过。你看什么呢？你看。
那是个大佛。那是个山头。不，那是个大佛。我要去拜佛。我不去，可以先治病后付钱，等你病好了，相信我们会想出办法的，好吗？好，该好。